在谈点人类生理的坏笑影响面。你把第一课给我背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上错卫生间了，上错卫生间了，不好意思。我真服你了，就是车就不能告诉你别在这开，别在这儿，非在这儿开。你看这车，你看我，你他妈倒是啥事儿没有啊？哎，师傅，你是觉得我像上面那一个吗？我一上车，你就要放东西吧？你觉得我像哪一个？你这帅气的，放蓝干净。我操，好牛逼！这啥比赛？哎，你要参加吗？参加不？他不说话呢。我媳妇不让我和别人说话。哎呦，我的冠军！别拉了，哎、别拉了。回头看看是不是这个。